的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套装了，是不是很美呢？昨天呢已经忍不住开了，然后我发现原来还没有拍开箱片，然后就只能再开一次了。好啦，这个真的非常好看，我自己觉得那个整个质感就，我觉得当我如果我是母亲的话，我收到这个礼物，我觉得我的女儿对我真的太好了。然后你看这个是我觉得啊用来放那个装饰也是不错的，它的卡片真的不得了，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盒子呢，我觉得也是超级好看，而且它是非常舒服的，而且有特点哦。这就是我们一直没有卖的一个蓝色睡莲，这个我们英文叫 Blue Lotus。这个我刚闻过它的香气呢，是非常那种，就它对于我那个情绪的平衡呢是非常有效果。我让你看一下里面，叮叮，是不是很高级的感觉？然后这个瓶子呢，它那个金色不是那种土豪金的那种颜色，但是它是淡淡的，它是那种香槟金的感觉，就很高级，很又低调，但是其实又很那种叫什么呢？词穷了。但是这个就是很好看。嗯，还有呢，这个就是蓝色。我们的蓝莲花，然后呢，这是五花嘛，所以这个蓝莲花呢，啊，蓝色睡莲，对，就因为英文叫 blue lotus， 我就直接翻译变成蓝色莲花。然后这个就是木兰花、玫瑰，还有我们的 jasmine， 它瓶子真的太美了，不得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橙花，你看，像送起来是不是很高级啊？我觉得，如果我是妈妈的话，我很愿意收这个礼物。这太美了，哈哈。